花莲县政府18号在富里乡的丰南村吉拉米代部落举办了健走活动。县长徐正伟、富里乡的代理乡长江东城，还有县政府各局处首长及富里乡农会总干事张素华都到场致意，也和民众迎着阳光漫步，享受难得的悠闲时光。花莲县政府18号在丰里乡丰南村吉拉米代部落盛大举办爱恋花莲健走天空梯田百年水圳。吉哈拉爱健走的活动，花莲县长徐正伟、富里乡代理乡长江东城、县府各局处首长、富里乡农会总干事张素华亲自到场致意，并与民众迎接阳光漫步，享受难得的休闲时光。县长徐正伟说，花莲县政府每年办理6次爱恋花莲健走的活动，过往的健走属于大众路线，这次健走路线可以看到百年水圳，如同走进丰富文化的宝山，让民众深度了解家乡的历史。而且第一个路线的规划，还有事前的整个探勘，以及我们对于文化历史的解说，还有我们的摊位，我们要谢谢他们，好不好？活动也有与当地部落居民合作摊位，可以品尝到在地美食、舞蹈表演活动、摸彩活动等等。族人表示非常开心，可以跟大家分享部落之美。我们的村庄虽然很小，给他热闹一下。对，以后才会村庄比较越来越进步。步道，吉哈拉步道，还有那个什么小天祥，小天祥啊，对。健走地点吉拉哈爱位在于吉拉米代部落北方的10座沟溪流域中下游分布的水稻梯田、水圳和聚落等地景，为阿美族吉拉哈爱部落居民近百年内陆续开垦、持续利用和维护而成。2012年，富里乡丰南村登陆为吉哈拉爱文化景观区。透过这一次的健走，让民众更加深度了解。记者高双双富里乡采访报道。